他们也是继陈露之后啊，中国大陆最能够登上整个滑冰舞台的巨星了。曾雪以及赵宏博，他们所选择的曲目呢，是来自《红面侠》苏洛电影原声带的片乐，而这也预计啊，将会成为他们之后在2001年底到2002年呢、啊，相当会拿来他们作为看板的整个主题配乐了。而整个曾雪跟赵宏博啊，他们最拿手的就是在整个冰上相当华丽的所谓空中抛举的动作。同时在整个两个人同时的来做指舞三转跳呢，也是相当完美的一个结果。其实他们在整个抛接的动作啊，已经可以说是国际闻名了。不过像他们在整个考量上会影响他们比较多的部分，通常是在整个总体艺术的评价部分。我来先来看看他们在整个技术方面的评分结果。从5.4分到5.7分，不过相当有意思的是，给出5.4分的居然是来自大陆的一个裁判。而至于在总体艺术评价方面，则是从5.6分到5.8分的评价都有。